Hello， 大家好，我是冰冰。我们今天来到的 Costco 位于 Mondery Park， 这座城市坐落于洛杉矶市的东面，它的座右铭是过去的骄傲，未来的信念，同样也是美国华人主要聚居城市中占有非常重要指标的地位。1916年5月29日，这座城市正式建立，名称取自一幅旧的政府地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里人口暴增，随着经济的复苏，城市力量的进发，许多退伍的军人都定居到了这座城市。同时西区的日裔美国人、唐人街的华裔美国人和东洛杉矶的拉丁美洲人也开始在这个地方寄居了。时至今日，这里的亚裔人口比例高达了42.7%。这座城市不仅生活购物方便，也同样是美食天堂，有很多华人非常喜爱的菜肴。今天我们来这边参观，看看有什么好物的推荐。 Step 2儿童旭日玩具54.99元，发现有些商品还是 Costco 的价格非常好，同款的玩具在官网原价是79.99元，而在 Costco 买相当于打了6.8折。夏天很快就到了，可以考虑给孩子买一套，回去在自家后院陪孩子玩耍真的是很开心。这款吸水桌非常的大，够用好多个孩子一起玩耍，也不会觉得拥挤，并且赠送了好几种玩具，从小鸭子到小水桶都可以玩出花样来。这是澳洲的精油山羊香皂8捆装，14.99元。此款的香皂是由纯天然的植物精油、有机的乳木果油以及山羊奶在澳洲制成。这个香皂的品牌创建于2006年，由澳洲的小农庄建立，并且这一款香皂的材料都是我们皮肤非常需要补充的。它的香味隐隐约约，但是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并且泡沫也很丰富，里面的成分还是很保湿的。Carousel 的无硅油强韧修复洗发护发2瓶装组合，原价38.99元。这一套主要的成分为莫诺伊。它的套装主要功效就为修复发质，使用一次后可以有效减少92%的头发损伤，尤为适合受损发质。除了含有莫诺伊之外，还含有木槿花和椰子，能够使头发更加的顺滑。护发素中还添加了竹子水和维生素 B5， 可以强韧发根，改善发质，强发护发。Verlana 有机香蕉片20盎司装，原价7.99元，折扣后6.39元。大家都知道 Costco 的绿色标签是什么秘密吗？它与其他的白色价签是不同的，绿色代表这款产品是有机的产品。如果不清楚这款产品是不是有机的，看一下标签就知道了。这一款芭蕉片是用椰子油制成，里面除了有机的芭蕉片之外，还有喜马拉雅粉盐，成分真的是很不错，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很健康，口感咸咸的，不含糖分。这款是科克兰的波浪薯片，原价4.69元，本期折扣后3.49元，折扣时间到4月11日。它是非转基因的薯片，成分很单一，除了土豆之外，就有盖菜油或者是葵花籽油以及喜马拉雅粉盐。这种制作方式可以很好的还原薯片的原汁原味，再加上它的香脆与咸咸的口感，真的是让人吃下去停不下来了。每9片中有150卡路里，不含胆固醇，含110毫克的钠，15克的碳水，不添加糖分。This is 有机海盐香脆薯片零食，一大袋793.8克，原价6.99元，本期折扣后4.99元。皮塔饼是一款算是大家不是非常熟悉的美食了，它起源于中东以及中海地区，最大的特色就是烤的时候面团会鼓起来，形成一个中空的面饼，所以皮塔饼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口袋面包。它的口感吃起来比较硬，不过它的味道很是香浓的。这个也是属于有机的非转基因零食，不添加人工的防腐剂和色素。Innofoods 有机生酮脆片7.99元，这一款是由坚果制成的生酮脆片，含南瓜籽、杏仁、黄麻籽、椰子和葵花籽，这里含的所有成分都是有机的，并且它脆片是咸咸的口感，起初吃起来有一些坚果和椰子的味道，咀嚼时间越长越觉得它里面有独特的咸味坚果味，坚果中含有天然的营养酵母，所以越咀嚼越香，有一种芝士的感觉。Rico 儿童湿纸巾900片装，原价16.99元，这款 Costco 的官网评价是4.5颗星，无香，非常的柔软湿润，是这款纸巾的特色，并且它还富含了金盏花油，可以柔顺宝宝的肌肤，同时金盏花还有一定的消炎作用。此款里面含有法国产的纯净水以及保湿乳，可以有效的锁住水分，因为它是婴幼儿用的湿巾，所以里面不含香料，非常的安全。一箱里面有9包，每包是100张。 Quaker 即食麦片混合口味的代餐麦片，原价7.99元，本期折扣后5.59元，一盒里面足足有40个独立的包装，一大盒里面有4种味道，有蓝莓奶油味8包、橡胶奶油味8包、草莓奶油味12包以及蜜桃奶油味12包。它为全谷物的麦片，不过每种口味里面都有添加的额外糖分。把它直接倒入碗中，配上牛奶，再用微波炉加热1分钟就即可以吃了。这是哥斯达黎加中度的烘焙咖啡豆，7.99元。哥斯达黎加与其他的中美洲国家一样，普遍种植的是阿拉比卡种的咖啡，因为种植这样的咖啡豆海拔比较高，所以具有较强的酸味。山区的温度较低，咖啡树生长较慢，咖啡豆带有了比较复杂的滋味。这款带有淡淡的花香味，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口感，但是这款喝完了以后不会觉得嘴里涩涩的，余味还是很干净的。它是零卡路里、零脂肪、零钠、零碳水以及零糖分。
Always 日常款护垫200片装9.49元，此款的护垫为日常用的护垫，每一张护垫都有独立的包装，携带很方便。一大盒里面有两小盒，一盒里面有100片。有不少朋友不喜欢用网面的护垫，觉得不舒服，这一款的表层为100%的棉，贴身很舒适。 Swiffer 强力清洁干净50片装，原价14.99元，本期折扣后11.79元。此款应该说是懒人必备的拖把，可以轻松的吸取毛发、灰尘、宠物毛等，它有强力的吸附力，每一片的干净都是由超过30000个 3D 小纤维紧凑的植入，可以有效的把灰尘和头发吸在干净的表面上，清理房间不需要费劲了。而且它适用于各种的表面，木地板、大理石都可以使用，清理完以后把干净拍一拍可以再次使用。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一款不包括拖把杆，如果入手了这款干巾，需要购买一个匹配的拖把杆。这是狗狗或猫咪用的体外滴剂八格装，74.99元。此款可以杀死宠物身上的跳蚤、卵、软虫、蛹等等。一盒里面有7个滴剂，还附赠一个，每月使用一个，可以使用8个月。这款滴剂仅限使用于外部，不可口服。使用前3天不宜洗澡。给狗狗用的滴剂绝对是不能给猫咪使用的。反之，猫咪用的滴剂也不可以给狗狗使用。按照猫咪和狗狗的体重和年龄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GV 女士高腰平角打底裤2条装，现在清仓价9.99元。这是夏天必不可少的防走光打底裤，非常适合喜欢穿裙子的朋友，不轻易上卷，穿起来很舒心。而且它是无痕的打底裤，很薄并且看不出来。它不仅可以防走光，还可以防止磨大腿。一盒有2种颜色，一条肉色，一条黑色，材质为93%的尼龙，7%的弹性纤维。DKNY 女士的文胸2个装，12.99元。不喜欢有钢圈的朋友可以考虑入手这一套了，它里面的胸垫是可以拆卸的，清洗也是很方便，无论是平日穿还是运动穿都可以。而且它是无痕款的文胸，夏天穿衣服薄一些的时候也不怕印在衣服上了。肩带是可以调节的，材质为91%的尼龙，9%的弹性纤维，弹力很好，有2组颜色可以选择。很快又要迎来新一轮的 Costco 的折扣了，当遇到好的折扣商品的时候，我们是一定会推荐给大家的。我们不仅会为大家提供一些折扣的推荐，并且还会为大家揭秘更多的价格的秘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还请您为我们点个赞，或者是点击关注以及小铃铛，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的提醒。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洛杉矶下一期再见。